但是感受到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一些文化呀，还有可以回想一下当时人们生活在这儿的一些场景、一些情况。所以未来的时候，我希望能够再多几次到这种历史的古迹或者叫遗迹当中来，特别是这种保存的非常好的，来感受一下，来想一想我们过去的这种历史当中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、一些文化，对我们现在生活和发展的一些启发和启迪。